你做大山的行程，不能只是闽客，还有其他各个族群所形成，还有原住民族他们的多样性的文化才能够形成。原住民民族电视台，他一定能够，也期待他能够为我们带来多样性的、多文化的、多面向的窗口，给我们更多的城市，让我们把台湾打造得更好。台湾文化的窗口，原住民族电视台。